才能够吃得到，然后可能一天就只有做一个二十份而已。哦，不过还有就觉得哎，这个很特别，原来还真的是这样的，而且是很多人来吃，我觉得真的很方便。其实从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，其实它最大的问题直接在台面上，在餐饮界就是一个是最大的竞争关系。也跟说一说，现在很少很多企业在做这个，它可以在现在慢慢做，在做一些像鸡肉的用量的控制，因为它的不是每个人的手放的量都一样，那么在有多的量，因为它的怎么样？因为11月份就开始实验，那我们5月份跟6月份的差距直接降了4%，4%很高哎、欸，哇，在成本方面降了40%，对，它就变成4%。嗯，不变的情况下，就是不会说我们放了比较多的猪肉，然后我们用盐水在控制那个定量。感觉的担心，我现在在网络上讲，对业者来说就是要控制成本，提升毛利率。对，阿爸在这一块，其实在这里最厉害的应用，还有一个战斗力。成本降低这件事情对阿爸来讲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不能扩展你的成本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赚钱还是亏，所以这4%对他来讲还是一定会成长。